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比。为什么会拍这集节目呢？因为有很多读者在 IG 上问我，我去美国一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有很多 YouTuber 已经拍过类似的影片，我想说，那我有必要再拍一支吗？但是相形之下，那些 YouTuber 可能都财力雄厚，那我就是可以代表一个平凡人到美国，算是圆梦的一个小旅程，到底要花多少钱？所以这支影片将公开2022年9月，我在这三个地方待了26天，完整的花费大公开。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让我们继续看下去。Are you making a video? Making a video. 第一个，我们想要来分享什么是游学。其实游学广义来说就是旅游加学习，简单来说就是到海外进行语言的交换，并结合旅游。那什么人适合去游学呢？很多人会说去游学不如去交换，或是直接去自助旅行就好啦。没错，想要学好英文的话，游学通常时间不太够用。在台湾补习、参加线上课程都是学英文更好的方法。如果是想要以旅游为主去游学团的话，其实下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你也很难去很多的地方，所以干脆直接去自助旅行会更好。那什么人还适合去游学呢？我认为游学就是适合已经出社会无法申请交换，但是又很想要一圆出国梦，到国外生活一阵子看看的人，暂时的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跟文化。第三个要分享的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游学呢？我在游学之中又学到了什么？我大学其实读的是中文系，几乎没有碰到英文，可是我一直以来却很喜欢跟外国人互动交流跟聊天。前段时间我刚好在转换工作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网络上的工作，发现很多外商公司都是要求英文要精通，那我对自己的程度其实蛮没有信心，但又萌生想要应征外商公司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认真学英文。不久之后呢，有一次我就到机场去送机，因为等太久，在机场发了一个限动片，大家说我要去美国生活一个月。至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我的 podcast 节目欢迎光临听第50集，内容会完整分享为什么我要去美国迷你游学的故事。其实我出发去迷你游学设定的目标并不是学好英文，而是我对出国读书有向往，然后我想要体验不同的文化，我想要感受生活，并且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我知道只去2周其实很短，但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跟预算，我很感谢在海外生活8年我的高中好友 Nick 帮我规划这次游学体验。他是大全游留学的顾问，然后给我在这次迷你游学上面很多的生活的建议，然后还有预算规划，还有旅游的资讯，甚至还整理了物价，然后寄了自己的旅游书给我参考。他在高二的时候读书读到一半，他就跑到了我们的邦交国贝里斯，然后他就在贝里斯读完高中，后来到加拿大读书。如果对小留学生的生活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podcast 欢迎光临搜寻第15集你好贝里斯热带雨林留学记，就可以听到更多 Nick 很特别的故事哦。那你确定要去游学之后，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决定要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哪一间学校。基本上游学可以选择你喜欢想去旅游的国家。我选择美东这个地方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傻阿姨住在美国的 New Jersey， 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去她家看看她生活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就是听说西岸的华人比较多，加上要开车，我想说我选择美东应该是一个搭地铁跟搭公车就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景点，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第三个是我的私心，就是网络上说 Boston 是一个非常的有历史文化而且很文青的城市，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蛮适合我的。至于要怎么选学校，其实我当时也是非常困惑，然后完全没有想法，所以我就请了我的好朋友游学公司的顾问 Nick 帮我们录了一段 VCR， 我们一起看 VCR。Hello， 大家好。首先我要谢谢邀约，因为这次去美国游学呢，全程都是由我来承办的。那讲到游学的国家，包括游学的学校要如何去选择，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哈。那我这边把它整理了大概三个方向。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学校的种类。那学校种类呢，其实可以细分为第一集团型的，第二私人型的，第三大学附设语言学校形态的这三种种类。
那这三种种类的区别呢，我们先从语言学校私人型的来讲。私人型的机构呢，通常它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它的课程当然是没有像集团型那么多，可是在私人型的语言学校相对来讲它的费用会比较便宜一点，然后呢它的上课氛围是比较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第二种集团型的语言学校呢，它是有很多的分校，例如说举例有这个 EC Language School 或者是 LSI Language School 等等的。这种集团型呢，它可能有加拿大的一个集团发起的，或英国集团发起的，然后呢在各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分校，比如说在加拿大就有温哥华分校、多伦多分校、蒙特罗分校，或者是美国的洛杉矶分校、旧金山分校、波士顿分校，甚至还有一些学校呢在其他纽澳地区、纽西兰、澳洲、奥克兰、布里斯本等等都有分校。像这样集团型的语言学校呢，相对来讲它的学费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可是呢因为它的集团型，它的课程是非常的多，要适应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学生来做选修，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选修课程是更多元的。那第三种就是学校附设的语言学校，比如说伯克莱大学附设的 Extension 就是这个进修部门。那进修部门它除了有进修可能物理化学，当然也有进修语言。那通常学校附设的语言学校呢，学费通常是最贵的。那为什么会有些人想要读这些课程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学生选择这样的语言学校的这个附设的课程呢，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可以进到那一间锁定那间学校升学，进到那间就学。因为很多学生可能要申请这些美国、加拿大的大学研究所的时候，他们没有托福、雅思的相关成绩，那他必须透过修语言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方式，把它拉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就可以免试入学。蛮多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渐渐这几年，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pathway， 就是大学预修课程。那这个大学预修课程呢，不管在集团型的语言学校或者是私人的语言学校，其实都有开设这样的课程。因为有很多的国际学生想要进到美加的地方去就读大学，他又没有这些英文的托福、雅思的成绩，所以呢，他就可以透过这些私人或集团性的语言学校，他们会跟很多的大学去做语言认定的核定的签约。那今天你在集团型的语言学校上课，上到一定的 level 就可以免英文考试进到这个相关的大学去就读。那在就读的过程中，当然假设你的要申请的科系的一些相关其他的成绩也有了，通常大学就会开一个叫做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条件式入学的入学信。那你只要在这个期限内可以把英文达到他的水平要求的话，就可以很顺利的入学。所以这是语言学校的一个区分。那再来，每一个语言学校呢，它都有一些课表的安排。以游学来讲的话，通常课程会分成是每周二十堂课、每周二十四堂课或者是三十堂课密集的。所以呢，通常如果你在找语言学校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叫做 Journal 20、Journal 24或者是 intensive， 每一个学校它的配置的课程课表都不太一样，有的是45分钟一堂课，有的是50分钟一堂课。在选语言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不管你今天选择的是私人的集团或者是大学附设的，你都要确认这一间学校呢，它是受到当地教育局的认可。像加拿大的语言学校呢，它就必须受到 Language Canada 的核可，这样的一个语言课程才是属于合格的。那像 UK， 它有 English UK 或者是 British Council 等等，像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认可这些语言学校的课程。所以我们在选语言学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再细分一点，怎么样选一个大小的规模，其实就看你喜不喜欢交很多的国际朋友。多元文化呢，其实是在每一个语言学校都可以遇得到的，尤其是暑假寒假的时候，有很多的欧洲的学生，像是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巴西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想要学英文，所以他们会到这些语言学校来学英文。相对的，你就可以在这个班上认识很多不同国籍的学生。接着我们讲住宿，其实住宿的选择有3到4种左右。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寄宿家庭，我们去语言学校都是每一周的礼拜一开课，通常礼拜天就会抵达寄宿家庭，然后学校会帮你安排一些寄宿家庭相关的资料，包括你的 home 爸 home 妈的职业呀，或者是他们的地理位置等等，都会在出发前提供给你。第二种的住宿形态呢，叫做学校的公寓。学校公寓呢，通常费用会比寄宿家庭还来高的一点，它不一定可以开火，而且学校公寓的住宿形态呢，它也没有含餐。
寄宿家庭可能会有含两餐或三餐这样的一个选择性，可以让学生自己去自由调配。可是学校宿舍它不一定有餐的这个选项，通常都要学生自己准备，或者是就在外面的餐厅外食。第三种选项呢，如果你是比较长期的学生，你当然也可以租一个半年或一年的这种 Airbnb， 像这样的一个民宿的方式，也可以用比较这样省钱的方式。最后一种呢，你可能就是选择饭店，相对来讲是比较贵。但有一些学生呢，他们为了要周一开课，然后呢周六或周日就抵达寄宿家庭，可以衔接到周一嘛。可是因为周六跟周日的机票通常是比较贵，所以有些学生可能会选择在前几天，可能周三或周四就抵达了当地，就开始住饭店，住到礼拜六，然后就可以在无缝接轨的到寄宿家庭。那以上这些的分享让你们参考看看，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大犬游学。我们的公司呢有非常专业的顾问，然后我们的公司也承办了非常多国家的游学，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跟近期很夯的菲律宾，每一个学校都是我们亲自会定期去拜访，所以我们跟学校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欢迎大家来咨询。哇，以上真的非常感谢 Nick 帮我们介绍了这么详尽的不同的学校的比较。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游学这两个礼拜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其实上学的过程真的超自由，老师完全没有给我们特别的限制，然后也不会像以前在台湾学英文补习班的那种记忆跟感受。除了手机的语言规定你一定要设定成英文，然后完全不能使用任何翻译软体之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限制。老师每天都会带我们练习听力，然后还有不断的口说对话，口说对话鼓励我们多跟同学讲话，然后鼓励我们多讨论。每天的课程老师大概会给我们50-70个英文单字，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练习我们的听力。然后呢我们不懂这个单字，老师也没有要马上跟我们解释，他反而是让我们跟同学去讨论，如果有人知道就尝试的跟另外一个人解释这些单字的意思，并且在单字的 APP 的考试卡上面去考我们这些意思，它是用英翻译的，所以如果你看不懂这个英文，老师不会给你任何的翻译的解释，他就会给你英文的解释，就尝试在这个英文解释当中去理解这个单字。但是如果你还看不懂的话，就会同学互相帮忙，所以如果有看得懂的同学，他就要尝试跟其他同学来解释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因为你已经看不懂了嘛，然后老师又用英文跟你解释，你还是听不懂。如果这时候同学落差很大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压力。那我刚好去读的那个班就是比我程度再好一点点的班级，所以其实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会遇到一点小小的压力。可是也在这个压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在那段时间突然有很多新的英文的单字量，而且我真的没有特别去硬背这些单字，而是因为在生活当中你就会讲出来，然后老师解释，然后同学讲，你会突然对这个字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觉得在游学当中这个训练的方法虽然有一点痛苦，但其实也有很多收获。最后要归纳一下我这一趟去迷你游学最大的三点收获，我认为是有全英文的环境。因为只要不打电话不传讯息的话，其实我的生活当中真的完全讲不到任何的中文，你真的会逼自己大量的说英文。而且因为你住的 homestay， 你在学校遇到的任何人都是讲英文的，在那个学校刚好就是华人只有我跟另外两个日本人，所以我也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讲中文。再来就是美式教学的鼓励，我发现老师真的会无限的鼓励我们。因为在台湾我觉得很常会有考试的压力，你就会觉得每次考完试就会对答案对答案对答案，然后对答案就是那个分数就是一再打击你。可是在国外呢，你会发现老师其实根本不 care 你考几分，他只在乎你有没有真的学会真的懂这个单字，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单字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其实很鼓励我开口去讲，而且我发现我讲错其实老师也没有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有时候如果文法真的完全错误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就对于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完全没有英文环境过的人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新鲜的体验跟冲击，我觉得会拾起我们对学英文很多的盼望。第三个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在寄宿家庭的互动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你会发现中式的家庭跟西式的家庭在教养小孩上面啊，还有跟小孩的互动真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刚好住的是一个只有8岁独生女的家庭，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的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就觉得这里的孩子可以很自由的发表他们的想法，然后父母看他们也会跟他说你要多吃青菜啊，然后你要多喝水，可是小孩可能就是还是很做自己。我觉得在这边他们可以很自在的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也会很勇敢的表达爱，所以我其实每天都听到
到很多次他们讲 I love you，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就是很特别的感受，然后就在这里，可是常常可以感受到人对人的爱是很直接的，可以分享出来，好像就是可以直接传递到你心里的感觉。最后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最多人问我也是最多人好奇，就是这26天大概花了多少。那我接下来就要公开一下2个礼拜的游学加1个礼拜在纽约的独旅，这样整个月的生活开销。我2022年9月去的时候，那时候美金整个很贵，所以呢我的汇率是1:32来计算。那我现在公布第一个就是交通费用，总共是63,077元，整个很 detail。 机票呢是49,714元，然后旅平险是1,097元，再来是当地的交通是12,266元。那当地交通有什么呢？客运跟火车，7天地铁自由搭无限搭那种，包准好像是20几块美金，然后纽约是33块美金。对，纽约其实整体的消费就是再更高。再来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游学的费用，2周的游学费加上寄宿家庭的费用是39,176元。但这个费用呢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一间游学公司的费用不一样，然后包含你选的课难易度或是早上下午，还有你的课程的数量，你修的学分数，其实都会影响这个游学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咨询大全游学公司，因为他们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帮你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课程。再来是游学有注册费用跟一些杂费还有保险，这样总共是9,096元。住宿费呢，因为游学的费用里面就包含了住宿，所以那2个礼拜是没有住宿费。然后我在刚到美国的那4天是住在我阿姨家，所以那4天也是没有住宿费。那我这里整个住宿费呢是只有5天我在纽约的单人旅馆的价格，总共是33,404元。接下来是我最竭尽所能去省的费用，就是餐饮费用。因为我前4天住在我阿姨家，基本上就是吃他们家用他们家，所以就没有花到什么钱。迷你游学的那2个礼拜，其实呢我是早餐是家里有付，但是因为我通常都赶上学，都没有吃到早餐。我在纽约的时候也是为了节省，一整天就是吃1到2餐，然后我有时候连水都舍不得买。那这个餐饮费用是我真的是省到不能再省的，是13,747元。但大家可以看我 vlog 里面就会发现，其实每一餐饭几乎都是10块、20块美金。那其实现在物价就是通膨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每一餐如果你要吃比较一般的，大概就是20块美金至少。但我学姐就是去美国的时候有吃一些高级的牛排啊，或者餐厅，至少就是70块或100块美金。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抓一个一般的预算，每一餐就是要抓个20到30块美金。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每一餐是20块美金，然后一天就是要至少吃饭要60块美金，60块美金大概就是1,800，那我们就多抓一点，算2,000块，然后你在那边30天，就是你吃饭大概就抓6万，就是你可以吃到3餐，然后不用担心，然后也不用太紧张。最后是杂费，杂费总共花了17,619元。花什么钱在杂费呢？第一个就是博物馆与观景台的门票，总共花了5,856元。那这边其实我有请我的阿姨一起上去看纽约的整个面貌，就是在范德堡1号大楼。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值得去，因为它是透明玻璃，然后也是2021年才盖好的吧，就是超美。对，之前可能大家去都是去洛克菲勒中心啊，或是去帝国大厦，但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观景台可以选择。然后再来是寄明信片，我总共花了1,424元，然后总共寄了24还25张明信片。伴手礼的部分呢，我就是买了一堆巧克力，花了3,370元。然后个人的购物，就是我买了2件衣服，然后还有买一些小物，就是可能哈利波特的毛帽。然后还有买了就是大都会里面的一些磁铁，就是很小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寄放行李的押金，总共花了448元。整个看下来26天总共就是花了176,118元。今天这支影片想要分享给想要到美国出去走走看看的人。另外我真心推荐大全游留学公司的顾问 Nick， 他真的人好又亲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很多很实质的帮助。如果大家有到国外游学，不管是美国、英国、加拿大、
澳洲、菲律宾都可以找他。那他之前开拓菲律宾的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有游学梦或是想学英文，却没有这么多的预算可以到欧美的国家，他很推荐大家可以到菲律宾。其实不用担心有口音的问题，因为当地的英文老师有很多也都是非常专业的。那到菲律宾其实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你的游学成本，因为到菲律宾好像整个住宿啊、吃饭全包哦，大概一个月就是买美国一张机票的钱。所以如果你想要省钱又想要学好英文的话，我觉得菲律宾也是一个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游学看看的地方。如果大家对于游学还有非常多的好奇，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一个 hashtag 叫做走向自己的时区，上面有21篇文章分享我在美国的一些所见所闻，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些文章。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邀请你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分享给所有你有对于美国生活或是游留学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拜拜。